由凤凰卫视、凤凰网推出的2023凤凰之星港股最佳上市公司评选结果揭晓。综合众多专家评委打分以及多达145万网友投票结果之后，共有13家企业分别斩获最佳上市公司等9个大奖。5家公司获得港股最佳 IPO 服务机构奖。颁奖仪式27号在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香港会场举行。由凤凰卫视、凤凰网推出的2023凤凰之星港股最佳上市公司评选结果揭晓，其中最佳 IPO 服务机构奖综合考量中介机构 IPO 成功案例数量、资金规模、项目参与度等数据指标，最终评选出5间公司，包括中金公司、建云国际、海通国际、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及中泰国际。建云国际不断培育自身的优势，提高市场竞争力，充分发挥中资投行既熟识国际资本市场操作规则以及了解内地企业实际情况的优势，体现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杰出作用。尽管现在香港资本市场有挑战，市场也比较波动，但我们作为资本市场最前沿的中介机构，我们对中国经济和香港资本市场还是充满信心的。我们也希望把更多的优质的发行人带到香港资本市场，助力香港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一个资本市场，更好的明天。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表示，香港资本市场近年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新措施的推动下，安永对香港 IPO 市场的长远发展保持信心。嚟紧会有一个 Fini 啦，咁呢个系帮助 IPO 结算个平台啦，去开放晒。現代化啦，同埋呢個數位化嘅。之前咧就提倡咗呢個Chapter 18C， 咁呢個咧就可以幫一啲仲係做緊研發嘅公司，但又可以攞到有個渠道可以攞到個資金幫佢發展。中泰国际表示，近年来中泰国际在保荐、创业板转板、IPO 项目、承销项目企业涉及100余家。在期货、高速公路、物业管理等项目累积丰富经验，香港市场具有独特优势，中泰国际将继续发挥好联通企业和市场的纽带作用。海通国际表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速发展，相信将成为全球最具活力及竞争力的经济区域之一。海通国际将积极把握大湾区崛起带来的发展机遇，为湾区企业机构及个人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投行金融服务。凤凰卫视崔可君香港报道。